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商店里有 50K 的速销卡包8个，之前出的80家球员挑选、81家双升级、82到88的球员升级，现在又都回来了。这些 SBC 有效期都是10天。还有就是画面中看到的这张桑托斯，来自美国大联盟的中场，成本7万左右吧，双四星，高高的心态，身高有172，他的普金只有77，这张卡直接升到了86，速度也加到了90，控球也都是挺不错的，什么力量91，远射也有91，总体上看卡面还是挺不错的一张卡，防守也有75。评测里说这张卡是一张对得起它卡面数值的卡，但是不是那种版本型球员，也不会把你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。他这张卡总体来说还是踢进攻型的中场会好一点吧。踢纯后腰的话，他这个身高和模型不是太好，但是他在游戏中也看着还行，也不是说太瘦太小。这张卡出来之后呢，这张破纪录的维拉就从7万吧直接炒到了13万的样子。另外美国大联盟也有一些任务卡跟他化学都可以搭一搭，反正也不是太贵，如果你要是玩美国大联盟的话呢，做一张他也未尝不可。总体来说还是一张不错的中场，不然的话呢也没有必要非做他。最后就是阿贾克斯和埃因霍温踢平了，克莱伯和马伦都各涨一点，应该很快就会在游戏中得到升级了。好了，就是以上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不忘记点赞，拜拜。